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再过七七 M 新闻》，我是嘉豪。国内出现头一个高猪死亡个案，疾管署表示讲，这名死者呢是北部30多岁查甫人，伊本身无注过高猪疫苗，八月出现症状，九月看医生，才确认是感染着高猪。经过检查，也发现讲这死者本身有感染着 HIV， 也因为本身的免疫功能有较歹，加上治疗时间有去拖着，对住院到死亡，干那50多天尔。国内出现第一例本土高猪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30多岁男性，无注过高猪疫苗，今年八月开始出现症状，9月11日就去通报确诊，迄时阵身体免疫状况真好，皮肤大范围布人，加脚步组织坏死，口腔黏住球菌感染，后续检验阁发现感染艾滋，虽然经过治疗，依然不幸伫11月7日死亡。虽然给予这个抗猴痘的药物以及抗这个 HIV 的这个病毒的治疗的药物，不过他后来是因为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刺激性感染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这个败血性休克啊，后来还是不幸的是在11月1日过世。医生表示，高猪、艾滋都是同款感染方式，目前全球拢合并感染的染上个案算是罕见病例。预计感染艾滋的时阵，人体免疫力会下降，开始感染其他的疾病。如果感染高猪，死亡率会为0.18%，升到7%。一般的猴痘的感染死亡率约略是在0.1%到0.2%，可是如果是 HIV， 特别是在 CD4 低的末期免疫力低下的状况，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到7%。疾管署强调，高猪第一例死亡个案主要是因为免疫力低，加因地就医无法度及时治疗造成。提醒有性行为的人至少爱一摆爱做体检，符合做高猪疫苗的民众赶紧去做两剂疫苗。到即马为止，国内高猪确诊有355例，其中343例已经康复结案，12个是国家自主健康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总统大选，这边民进党赖清德今公布竞选总部核心人物，由姚立明来做主委。我界认为讲找伊来是要针对郭文德的，啊，那民众党的郭文德是有提出生计的证件，有新满3个月发5万块的补助金，啊，那伊啊一出事就发10万块。小组化已经正做个案轨迹，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提出小组化对策，要让有新满3个月有好运补助金5万，新生儿出世10万，另外也放任代薪将代理银保，但是人工性习惯。怀孕满3个月也给5万，生出来给10万，然后这个减税你知道哈，一胎减12万哦，可以到12岁，目前是只有5岁，那另外是育儿津贴哦。从5岁延长到12岁。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公布竞选组织结果，竞选核心成员包含政协主席苏贞昌、国策委员会召集人柯以进。特别注意是，2014年把担任国民党台北市长、竞选总干事的姚立民担任主委，也和外界解读是要跟国民党修兵。姚老师对我的帮助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针对南北还不进度，郭文泰表示，虽然外界感觉卡掉了，但过伊感觉也是有进展，包含政策纲领、组高层的议题，合作范围真大，有共识的部分更加多。即查总统选举，那新兵气候顺其自然都无遗憾。侯友宜是表示，南北合上大共识，就是组成上强的团队。蓝白合大家最大的共识就是组成最强的团队，大家在共同的理念跟想法才能够一起并肩作战。这段期间郭柯阵营一直都在递橄榄枝，我们两方的善意已经多到满出来了，唯一的实现就是中华民国法律规定的11月20日到24日中选会的登记，在那之前两个人都是顺其自然。郭台铭最近又完无公开行程，郭办用阿做比如看起真轻松，暗过水底两支卡是拼命的背水，强调郭台铭有真侪私人无公开行程，佮透露有真侪政党人士要拜会郭台铭。记者综合报道。军情局即马逼出贪污的案件，两名校级的军官呢，对1807年开始涉嫌用假情报诈领情报奖金，这5年外赚上1000万。检方依照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法院也裁定应当羁押。国防部表示讲会配合司法调查。总统蔡英文报告军情局实测，毕竟无名英雄。
关键特步工作，拢伫只推动作为国内级别单位。今嘛红叶村细数上好，协平带头做计用不时证书诈领情报奖金。全案业经侦查终结，检察官以被告两人涉犯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调今年六月，直接去军政局大动作搜索，约谈两名校级军官，发现细数女上校涉嫌联手细数的查甫中校，为1987年开始，虚构对方情报警官做过几啊笔证书，赚报警情报奖金，诈骗超过1000万。虽然涉案上校公示信任中校，唔捌怀疑真假，两人也是双双被起诉，欢迎也裁定继续羁押。这个案子是军警局自己内部发现的啊，然后去查的，全力配合司法的单位的这个检调的一个调查，然后去厘清整个事实。到底案件爆发了后，涉案军官已经被停职，今嘛被起诉。国防部表示全力配合司法单位，国防部长也把讲单位绝对无暗号，强调情报工作真重要，1:45都会全部去了了。你的情资按等级来判，绝对机密、机密、密很重要的，没有的，一定要查证。依照情报内容，将军分析等级，军政局退休校长指出，尤其涉及绝对机密，需要多加查证。即摆，就算军政局军官已经缴回犯罪所得，也是爱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起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军工到明年薪水要调4%，要拿这国立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加级也要加15%。教育部为着要鼓励私立大学也对咧调薪水，提出本身含学术研究费70%由政府补助措施。中国科大董事会决议会照教育部的政策，希望用这薪水甲好老师留掉咧。校界用实物处理动物的皮甲设计，在阮基这份文创商品开发的选修课进修，是个传达系学生的欢迎。小苏华强调，是海苏豪老师爱国卡片。责任跟挑战都越来越重了。那私校老师要负责更多教学以外的行政啊、教学啊、跟辅导方面，其实付出很多。苏豪也爱老师，好老师确保教学品质。按过每年军工教调薪4%，公立大专助理教授以上学术研究加级也调整15%。刚才助理教授研究加级就加6320元，按落来是变怎嘞？教育部表示，苏豪拿对咧做，会比较111年。本身以牙挂专项补助70%，研究加级调整15%，也补助70%。中国科技大学董事会初三决定，比较教育部的额度来调薪水。过去累积的一些我们可用资金、自有资金也还不错。那董事长非常非常照顾同仁啊，而且因为好的薪资才可以留住好的人才。有很多需要支援，那当然在加薪方面当然是最直接的。那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很开心啊。107-111年军工教各条薪3%-4%，中科大拢有对你配合。学校高算70%补助了后，学校负担将近500万。另外，编制活动数加薪4%也自行吸收。每个学校的招生的规模跟过去激流的这些可用资金可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也大家一起努力的，因为私校确实经营都很困难。目前私立大专只有中国科技大学确定对咧做，去年对咧调薪5%的龙华科大表示，当初会关注支持，按过爱等教育部正式来文件，按照定数来进行。文化甲淡江两个老牌私校表示，以前调薪拢甲公立学校共款，按过爱国经当初会通过了后，才能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通货膨胀一直是真严重，主计总署发布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05%，搁再超过3%，是这九个月以来新高。菜色果子价钱拢大起，也那这肉类食外口的储水也同款一直咧起。香菜八个破一半，菜鱼半，我大家明太子上了后，喷成处理胖公公。另外一边的两塔也做着满满的火烧糖，烘一点钟了后就会使。只是这的业者常常用到的原物料，亲像面粉、糖及两百大这成本一直升高，业者是起紧加紧，苦苦支持。
那以糖跟奶油来讲，大概都提高20%到30%。好，那涨最凶可能还是鸡蛋，大概有3%到4%左右。我们会尽力吸收这个成本。就给总处发布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在风台带来大水雨影响之下，十月 CPI 年增率为九月1.93%扩大到3.05%，冲破3%，创九个月以来新高。虽然17项民生重要物资年起3.47%有较等好，按过月食费年增4.21%，依然是真高。出水年增1.20%，比较会较高。受到台风带来豪雨的影响，蔬菜及水果的价格呢持续走高，二者合计就影响十月 CPI 总指数0.63%。那另外呢，油料费的涨幅4.34%也比较大一点点。因为在高企业的影响之下，国内出口也过一摆变恶。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十月出口381.1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4.5%。前十月出口达3550.9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12.9%。全球依然处于高通膨跟高利率的环境，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也还没有摆脱疲软的态势，国际间的地缘政治等等种种的不确定因素都还持续在酝酿或是升高。财政部表示，就算十一、十二月有希望阁转正，不过今年以来国际景气落差、库存调整压力依然伫咧，加上海外客户落单会较紧张，有果全年出口会衰退一成，恐将创近8年上大落个幅度。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鸡卵的价格已经是连续两礼拜拢伫咧降，不过依然是无啥人买。台北市农商工会今仔日搁再开会，决定要搁降，对拜四开始呢，一斤搁再降2元，即产地变作是38.5元，挂价是变48元，降三届了后已经差7元了。不过一寡店家呢，即鸡卵规人吨规斤销路无好。外面内底工作人员正伫整理进货鸡卵。业者讲，暗时啊，进货量会搁较侪，到时可能会贴搁较甜。甲年初无底通买卵的情形来比，即马干妈店甲店头需求减少，生意歹。卵商讲，进口卵的争议影响消费者的信心，部分关市的营养午餐无用液体卵，加减冲击到消费量。甲内档介绍，甲介绍降低。现在已经是滞销，所以最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都有叠价的状况，所以后面也有可能不排除会再叠价。对，那如果说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农民那边就会开始去做减产的动作了。连续两礼拜落价，台北市农商工会初期决定阁降2元，连续落价3届，一斤累计10元，产地计数已经加38.5元，大麦计数是48元，产地计数年外以来，嘛头一届落到40元以下。有卖卵的农民认为讲，进前产地计数有起，平均每一粒鸡卵其实干那起几仙尔，遐那小麦计数是起10多元。因为部分的早餐店无按比例降低商品的价格，直接会影响消费的意愿。在末端，在他们的账户就真的高出很多了，没有相对的比例原则啦。面对拜四就要落价，卵商讲眼前这鸡卵无可能伫2天内就卖了，到时应该干来当了钱卖。不过农产品本来就看天吃饭，真恶暗算，无定寒人的时阵，都可能阁面临另外一波的欠卵。希望收落来天气较冷了后，鸡卵消费量会当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十月初七以下战争爆发到达已经满一个月了，已经造成以色列140名、1400名，还有巴勒斯坦10000名的百姓来过往。联合国也呼吁讲，这两个单位赶紧来停战。不过以色列却表示讲，除非哈马斯把240多名的人质放出来，那不是未停战的。美国目前是继续和以色列沟通，希望会当暂时停战，进行人道救援。以哈冲突爆发一个月，加沙走廊数百万人无路无处，庇护所挤满巴勒斯坦家庭，便衣一直拥挤受伤的人。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空袭已经造成超过10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000多名囡仔。联合国秘书长过一摆呼吁停火，指出即马加沙地区都亲像囡仔的梦啊，保护平民应该是首要任务。No one is safe.At the same time, Hamas and other militants use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and continue to launch rockets indiscriminately towards Israel. 也不过以色列依然坚持立场，
总理纳坦雅胡强调，除非哈马斯释放人质，那不绝对不停火。But I don't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general ceasefire. It's not that I don't think. I think it will hamper the war effort. It'll hamper our effort to get our hostages out. 美国表示，由哈马斯主导的加沙卫星部所提供的死亡数据，美国无法度验证真假。美国总统拜登也跟以色列总理通过电话，希望推动暂时性的进度停火，同时降低平民的死亡数。We still believe in the value of temporary humanitarian pauses, again, localized for specific purposes to get things in and to get people out. 目前有望有240多名和哈马斯绑架甚至无法度回去。拜伊另一家小组织在以色列国会建筑头前画下释放人质。那些暗在耶路撒冷老城区的壁顶是投射出一挂和绑架民众的相片。也不过哈马斯坚持，除非以色列释放数千名巴勒斯坦犯人，那无未好人质回去。公司新闻牛眼朋友。乌克兰本地伫咧明年春天要举办总统大选，不过总统泽伦斯基拜伊表示，即马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机。另外，即战争爆发了后，后边开放乌克兰的民众甲轿车入境，却因为计数平人较少，害当地各国的即个司机呢，更加无生意通好做。亲像波兰的货车司机，因拜伊就甲车路封起来，地下空气。乌克兰自去年后俄罗斯入侵了后，一直实施戒严。在戒严令之下，所有选举拢会取消。乌克兰政府高层最近透露，原定明年春天举办的总统大选，敢是如期进行。也毋过，泽伦斯基总统伫逐天的例行演说中讲，即马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机。尤其我们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зараз у воєнний час, коли є безліч викликів,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 якось так легковажно.事实上，关键今年十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也已经封延迟。也毋过，随着俄乌交战超过一年八个月，乌克兰国内无同意见的声量渐渐啊加大。几乎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十月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乌克兰人认为民众的支持开始减弱，希望基辅当局甲俄国谈判的比例增加到30%。泽伦斯基是搁一摆呼吁团结，希望各界毋通进行无意义的政治讨论。No, chcemy tego, żeby wróciły zasady uczciwej konkurencji, żebyśmy my mogli pracować, żebyśmy mogli zarabiać pieniądze, żeby te auta nie musiały tu stać, bo jak stąd tutaj, to tracimy pieniądze, ponieważ taki pojazd no, nikt nie kupuje po to, żeby się tu postał, tylko żeby pracował, żeby jeździł, żeby zarabiał pieniądze.镜头转到波兰，拜伊在乌克兰边界的三个过境点，有大量的货车卡在车道上，造成车辆塞掉的。用这种的方式表达抗议的是波兰运输业者，因不满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盟取消乌克兰的入境许可制，让因会当搁较简单出入波兰甲其他欧洲国家，加上规格较俗，抢走各国本地司机的行李。是为人数控诉，战争乌克兰继续加购物大量输入波兰，波兰农民要冻袂掉啊！政府却一直无提出办法。也毋过，波兰政府回应取消乌克兰运输业者的入境许可，是欧盟的决定，因也无法度反对欧盟。公司新闻邱婉玲朋友。印度最近这空气品质是变甲真歹，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看，已经超过100倍了。首都新德里宣布停课时间要搁再延长，对后礼拜开始呢，也会实行车牌号码分双的甲徛的，轮到你的日子才会当驶出门。一大透早，新德里市中心能见度真差，并将会当看到人影经过，也是当日做运动。当局已经宣布小学停课，继续延长到初三。各用新规定，13到20将实施车牌号码以单双数，配合自己闪开上路。आनंद विहार क्षेत्र में कल मैं गया था तो बहुत आंखों में वैसा लग रहा था। 环境专家表示，车牌号码单向号分流的方式自2016年起实施几啊摆，缓解塞车的效果较好，颠倒减少空污的成效较差。在你拜登接了后，有了空污会变得更加严重。虽然当局禁令，但各民众有关关系在街路放炮啊。There is almost a 15-20% increase, that one is seeing both in the outpatient.An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印度地球科学部初三的数据显示，新德里空气品质指标突破数达700，其实已经超过严重等级500，也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标准100倍。好好停课，德里返回需要停止建设时间。根据瑞士的及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Air，
德里到七日已经连续第三天空气品质的回归险，加上世界上空气污染第二严重的城市，仅次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哈尔。不过这两个城市其实拢在回归险的范围。拉哈尔因为作农的小稻草，汽车废气排放严重，居民不满数有毒的空气影响健康。新德里的污染声音也类似。Record is like religion for us, so nothing can stop us. I mean, that is why I'm here with a mask on.To support the best team. 那天在新德里登场的棒球世界杯，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比赛如期举行，主办单位在球员休困室装空气清净机，在外口使用喷水器减少污染物。前几天因为避免影响健康，也取消训练，挂嘴暗，甲让球员踮伫室内。当局初步也已经为此禁止在新德里建设施工，限制卡车甲单行车辆进入。公司新闻英文的编译。讲到这帕金森氏症的这患者呢，因为伊神经系统退化，伊手会颤，而且四肢硬硬无力，影响到伊的行动能力。要那瑞士的这个洛桑医疗团队呢，和荷兰的科技公司因有做伙来合作，研发一种神经的机器，把这个电极片插伫你的肋骨顶头，电流流到遐，会当带动你脚腿的筋膜，或一名本地袂当走路的人。落尾会当行路啊！63岁古提耶因为得着帕金森氏症，行路会摇摇摆摆，坐一晚都会失去平衡，随时拢可能摔倒，所以当年唔敢挂出。两年前，瑞士洛桑大学病医团队将一组电极片加神经脉冲发送器，分别是伫伊的肋骨甲巴肚皮下面，可以重新找回行路的能力。It changed my life because now I can leave my home.Run errands. I even go on foot to exercise. 医疗团队记录古提耶手术前后的走路行动，明显稳定，佮平衡真济。古提耶是头一位接受这项新手术的病人。团队将治疗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期刊》。帕金森氏症属于神经系统退化疾病，病人会出现颤、脚手硬僵、行动能力受损。因为惊受伤，多数病人真少出门，进一步冲击身心健康。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佮叫做前进的荷兰医疗。科技公司研发这种神经机器，将脉冲精准送到肋骨的部位，帮助病人的脚腿筋膜重新有控制能力。The technology is a nerve stimulator that delivers precise pulses of electricity to the region of the spinal cord involved in the control of leg muscles, and the pulses are delivered at the correct location with the correct timing.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way the spinal cord is activated naturally in order to walk. 这项治疗并不是对每一位病人拢有效，也不过古提耶的疗程显示，病情较严重的帕金森病人有希望因为这项科技来受益。With this therapy, if people can gain more confidence and can go out and have a bette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do more things, it's an enormous plus in the daily activ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公司新闻刘秀芬编译。中华局势当日紧张，日本防卫省发布中共山东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伫咧菲律宾海进行高纲的联合演习，演练军机顶演练伫咧军舰顶有只军机起降570架。那美国总统拜登呢？最近是批准提供台湾美金8000万的军事贷款，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这也是美国头一届用这人民纳的税金来提供台湾军事援助。中共制造区域局势紧张，山东号航舰打击群顶日在台湾东南方的菲律宾海进行飞机高级的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统合部的干部严密掌握动态，指出共军高级演练南寨机起降，有570架次日本派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外界解脱。中共赶紧配合山东号加州一档用的战略。那从它的这个武器来看，目前它主要担任任务就是这个舰队防空跟这个就是反舰这个。打击，因为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这个比较远，那可以打击这个敌方的这个水面作战舰，特别是可能航空母舰。
学者认为，三人号未来可能会安排在台湾东部外海，一来协助共军水面舰对台实施封锁，二来阻止美军介入。那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批准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军事援助，这笔预算是美国40年来头一摆用纳税人的钱捐援台湾。另外，美国专向强化保卫台湾，协助提升台湾地面部队实力，点名陆军总兵贵时，组建战车停留在越战水准，部队训练不足。我们大炮是不是还是越战时期的大炮，没有办法机动，那你很容易被锁定摧毁的。中共的火箭炮，中共的空地整体作战直接把你轰掉了。专家认为 M1A2T 战车每年陆续来台，对改善地面作战较少的部分有帮助。台币强化军事交流，国军不但派人去美国受训，美国高官也到台湾，替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上课，现在传出要来台协训的美军特种部队陆兵部，最近又秘密来台，要协助慰安特勤、警政署各单位训练反恐经济高官。主要可能就是应对这个特工的反制作战，还有敌军的特种作战，在保护政府机关，还有就是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时候，那就是警力可以发挥更好的这个效力。陆兵部队协助项目包括正常救护、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小组警察建设学者表示，陆兵部队最近几年协助乌克兰对俄军战略有明显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总统埃班尼斯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谈超过一点钟。埃班尼斯表示有去讲到台湾，以表达澳洲支持台海现状的立场。外交部表示，讲目前中国和澳洲的关系有变好，不过澳洲不会因为安尼先就限制甲台湾的合作。中国人讲吃水不忘挖井人呐，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中澳关系的挖井人。专家讲到澳洲前总理费德兰访问中国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这届埃班尼斯来拜访，是让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开创新的局面。双方会谈超过原本按算的一点钟。埃班尼斯会后表示，有相当积极的进展，也正是双方有讨论到台海的议题。We discusse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we discussed the need for.For example, on Taiwan, I reiterated Australia'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埃班尼斯表达支持台海现状，因为中国甲美国之间军事沟通是真重要，对区域和平稳定有帮助。埃班尼斯此前嘛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双方讲这是一项年度领袖会议，而且会持续举办。即嘛，澳洲甲中国的关系回温，敢会冲击到台湾甲澳洲的关系？台湾与澳洲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事上有共同的利益。澳洲政府目前对中国虽是稳定双方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澳洲因此限缩与台湾的交往与合作。外交部表示，台湾最近这几年来跟澳洲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商品贸易额为2020年以来成长3倍。台湾已经是澳洲第五大贸易同伴，嘛呼吁澳洲政府在稳定甲中国关系时阵，嘛要注重以后甲台湾共同的利益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违规的临时停车自6月开始恢复检举，加上这记点的制度，或者职业驾驶是爱哀叫。交通部车辆有含货运计停车业者来开会，民间团体是建议讲，这路边100公尺到150公尺，就要画10排黄线，然后还未画好进前呢，拢是袂当记点的。交通部长欧国才表示，目前先看到，然后记点的部分会收集众人意见。交通部在9月中公布1000个过路人数，50点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甲南海路交叉路口，就是其中一例。政府推出动作，大部分人感觉过路人安全有改善。车辆比较多，有在礼让行人。我自己在这边生活的感觉啊。站在旁边的行人可能会觉得说被挡住，一个下车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他就是想要赶快下车。民众大部分感觉过路人安全提悬，不过看到驾驶工会眼内煞是满目苦水，因为6月底开户检举临停，加上记点限制，近年来若被扣12点，就要吊扣驾照2个月。驾驶工会车辆甲交通部开会提出3大建议，包含道路每100到150公尺画设10排黄线，无画设完成进前暂缓记点，检举要3分钟动态影片，针对记前3分钟影片，交通部长否认。没有这回事哈，台湾基准里面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临时停车
这个如果这个不影响到交通秩序跟车流，是可以先劝导为止。伊表示，地方政府伫林田区无做好进程，是毋是将原基点爱阁讨论？交通部甲计程车货运业者座谈了后，会甲警政处讨论才有方案。目前调向道山道就开发来进行。货运业者声明强调，有严重违法货运公司停止部分营业，一直到改善，目前社会车价进程爱将原基点。黄线还没有划设完全之前呢，针对这些临停的这些案件，不予以祭典。个人是支持，就是现在要严格执行这个祭典制，除非你觉得祭典制打变是真的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才要去做修改。同样的时间，我们也要去道路的交通工程去做重新检讨。而且建议政府应该将原基点应该为当中找出改善方案，才能提高市民生活，改善过路人地高无名之间强冲相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万冬稻特别挂稻啊咯，不过伫个苗栗公馆却出现稻虱，算是上部有五成以上。苗栗稻六公顷的农地受到这害虫的吞打，讲是这四十年来上界严重的。不过这虫害是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农民是真无奈。农民西基区赶紧抽收二级稻作。也毋过，煞无收成欢喜，即个冬收偌济算偌济。原来辛苦种的稻啊，受到何飞斯虫害，损失真惨重。会当讲，血汗钱拢去了了。嘿，没碰过，五十多年没碰过啊。我就是省钱，没比慢比药比较慢撒，就来不及了。何飞斯虫害俗称丝梢，受到丝梢的摧残，看起来就像大稻草，严重拍到无开门。那应该是芭比的稻啊，一旦已经存拍壳，甲健康的水稻啊形成强烈对比。苗栗公馆乡农会表示，何飞斯多数出现伫南部甲部分中部地区，因不今年已经往北扩及个苗栗，受害面积已经达到六公顷。这边干扰了以后，它一定会飞过去。所以，但是因为虫其实就是你对症，其实赶快喷药其实是还来得及的，不喷药就是很快。只要地产地承受一片大量的核废丝系过杯，只要两三天就会大面积扩散，环保灾害继续扩大。农委会董宏树表示，核废丝发生在二级稻作的黏食期和黄食期，依属十足基部的营养做食物。那今年受到气候影响，灾害比往年较严重。麦子的一个台风来讲，那它最主要就是它带来的会有那种焚风现象，还有海盐。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就造成很适合这个稻核飞虱的一个发生。我当初表示，建议农民必要时先抢修，对于生熟期较晚的产区，也要赶紧用药。但因为虫害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纳入水稻保险理赔范围，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今日举行联合拍卖会，即摆唔有轿车、手表啊，其中上届特别拍卖品就是一只爱四千万、北河嫌犯提来走私毒品的游艇，落尾是以2900万红标起。天地高雄港区白石外观游艇，今日庆祝内底，设备拢真新。这正是西竹山共和国国际的游艇，开3900万起造。去年却因为走私毒品被查到，即卖由高雄地方检察署委托高雄分署以1680万起标拍卖。初次拍卖会现场，仅出现两位投标者，不过有一位投标者却未紧肯保证金，有另外一位民众以2909万来得标。高婉琪小姐，欢迎。这个高于底价是2909万元的标。这位民众讲，家己是替朋友来投标，不愿意讲得标价新婚。这只游艇目前也是停在机顶块海巡署，检方是烦恼将船靠压，长期无使用会侵蚀机骨老化，才委托高雄分署以1680万块来起标。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水平号游艇。那这个游艇是在111年的时候，他们在高雄茄定外港查缉走私的时候查获的。现场除了不动产游艇投标，还有6台汽车、1台机车、还有手表等等日常用品。投标物品会依照是毋是头一摆拍卖来决定后一摆竞标价钱，敢爱落价。记者张怡辉、邱昭阳高雄报道。
有人讲，这厝配伫咧公园边啊，空气会较好。不过伫咧新德关德邦呢，有一个拄完工半年的公园，煞予附近的居民抗议。原来是这公园内边囡仔伫咧耍游乐器械时阵呢，耍到这声音是嘎嘎叫，附近居民挡袂掉，就布条抗议，甚至要求县政府爱甲游乐场刷走。囡仔伫游乐器材爬悬爬低，耍甲真欢喜。另外一边个趣味的粗溜龙会当耍。不过，佚佗时发出的声音，却造成住在附近民众不少困扰。在社区门口挂抗议布料，小朋友来玩的时候都会有尖叫，甚至有校外的教学，哦，来就是断断续续都是非常吵的。其实假日的时候，几乎这边就都几百个人挤在里面。那星期六、星期天大家上班都很辛苦，回来要休息的，啊，变得大到要逃离这个地方。台北市这座拄完工半年的公园，近摆到礼拜都不少家长带囡仔来遮耍。有时阵因为人数伤济的关系，声音伤过头大，引起附近民众不满。不过，也有其他人有无同款的意见。刚开始设计完的时候真的是很吵，然后违停的乱象其实也是很多。然后，但是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好了。公园到处都有啊，那难道每一个公园都要搬走吗？目前县政府有提出相关改善措施，打算甲公园游乐器材电火提早3点钟关掉，减少暗时的人丁。由原先晚上9点关闭的公园景观灯，那我们会延议改成晚上6点来关闭。那第二点就是配合熄灯以及相关管制措施。一般在公园边的厝，因为有绿地，拢会较受欢迎。不过囡仔在公园耍的声音伤吵，却造成附近部分民众的困扰。对介意点钟的民众来讲，有影是有一好，得无两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仁德的这淡水桥下骹呢，有防空分作两边，一边较宽，一边算是较矮。较矮那边呢，世代火车入去是8堵8，所以较大台火车为着要过防空，就西进向，行较宽那边，也安尼生做是真容易发生意外。公布局表示讲，因为地权的问题，还搁在研究，一个月来会提出改善方案。明明两个防空有分600方向，不过所有轿车驶反向入去车道，这是台南宁德北岸路淡水路桥，是要去高铁站定经过路段。详细看这条路无对档，正边的防空看到干那一台车驶入去就8堵8，啊那大台车无细力入去，车身就卡掉的啊。地主民众搞不理将拢驶颠倒向，一个膝盖擦反射会无性命，济济民众心惊惊。啊，在地人都。对，好开遐开，阮就甲开过来啊。我爱是外口的，无啥人开入来，伊会惊。过不去，有些就直接走另外一边会比较快，不用去绕路。边啊，就大，甲开开落去，那做咱个大较大台的车的车路会当好过。哦，啊，较安全，啊，袂过唔过啊，至少就在安三省。地条基础，这两个防空是前日本时代用到单，当初设计道路就较矮，地势嘛较低，所以才定有驶反向的情形发生。根据统计，今年已经发生3件事故，甚至有人死亡。现在这个高风险的问题也未解决，主要是因为地权问题。公务局表示，一个月来会提出改善方案，会找我们4、5相关单位，如交通局啊，以及台铁局等相关单位去做现场的会勘。然后提出个妥善方案来做解决。112年，我们针对这个地点的取缔逆向行驶，我们总共取缔了37件。虽然有在地人讲已经惯习安尼驶啊，不过对外地人来讲，那路况无熟，恐惊会发生小路。警察局讲，因会加强稽查处地，确保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今年的5月到10月是这西太平洋海面温度变高、水气变高，会变成低压中心，台湾也会较接风台。不过，2013年海燕风台是真罕见的冬季风台。台师大研究团队收集1945年到2018年西太平洋秋冬出现的风台资料，除了是这海水温度、气候变化这因素，也含日台活动有关系哦。咱做回来了解。
2013年秋冬有出现强烈风台海燕，造成菲律宾6000多人死亡。近期统计，迄年拄好日头活动较旺，但是台团队即马发现，日头活动较旺的时，会致使海水温度提悬，固定位亚热带吹到赤道地压界的东北信风减弱，就有可能伫较无风台的秋冬季节出现强烈风台。红色的话是活跃时期，它的生成的位置，平均的生成位置在这里。那这个是非活跃时期，活跃时期它的生成会比较东边，它要往西边、往北边走，留在那个海洋上的时间比较多。我们缺乏导引是气流，而且信风也比较弱。所以它走得也比较慢，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海洋给它的能量。五条英指出，日头活动大约11年是一个周期。为1949年较大的资料，发现日头发展也较旺，秋冬出现强烈风台的机会也会较高。但是气象专家潘克明有无同的看法？自从1945年到最近为止，其实这个时间呢还不够100年，那也只不过只有400多个台风。那如何配合上这个11年的一个太阳黑子的循环？这只有几次而已，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声音反声音的现象比较久的来说的话，时间尺度可能稍微短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些可以在讨论的目标。潘克明认为，到现主席统计的时间跟风台的数量拢不够多，要等未来统计资料较齐全了后，才通做定论。五条员工因为寒天较少有风台，民众防范风台的准备未亲像热天的时遐尼啊周全。这几年拄好是日头活动较旺的时阵，提醒民众这两年的寒天要较注意风台的动态。记者郭文鼎水台北报道。在韩国农五六届这地位一列一列 CJ 集团，今仔日含台湾的电信业者一个媒体签署合作意向书，要投资咱的电视、电影、音乐作品，也要借着这韩国经验，甲台湾的作品杀到国际市场。由文化内容促进院带头韩国大的电信业者媒体，甲韩国一立一立五六集团 CJENM 香港分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要投资台湾的项目，包括电视、电影、甲音乐三大领域。文策院望借韩国的经验，甲咱台湾的内容创作，杀去到国际市场。那我们这一次跟 CJ 集团会用 CJ 非常成熟的国际上的技术或人才，来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台湾原创内容、华人原创内容的一个创作基地。同时，我们所产出的内容也将会向韩国、向全世界去发展。This is a really the meaningful opportunity for us, and of course,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his is the very big first step.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reat condition we discuss together, and then we reac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in the next year.电光文创院主办的 TCCF 创意内容大会主办人正式启幕，在这国内外影视产业、串流平台、韩网甲电动等等的业者拢来参与盛会。希望国内有发展性的 IP 会当透过 TCCF 争取到国际投资和合作的机会。尤其台湾有多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创作环境，这嘛是咱的优势。台湾具有非常多的特点，哦，它是多元文化。加上民主自由，加上东方与西方的荟萃，那同时在华语文世界里面，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入口，也是最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 TCCF 是很重要。这届的创意内容大会要设立28个奖项，总奖金超过新台币500万，要伫提案的影视作品当中选出优秀的作品。大会自11月初7办到初10，大致拢会有座谈会和工作坊等等的活动，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创作力量。记者卢尚如、曾俊游台北报道。2023在家居乡村艺术行动，其中参与计划六家乡创新团体，用蒜头市场做舞台，用市场成本做展览，带人来行这菜市啊，来体验的方式呢，让人了解超过100年的在地主了。红麻粉用机器叠过了后，将做一叠一叠油饼，再来搁爱用油车豆豆来炸油。第一界看到麻油的生产过程。参加行读的民众，拢感觉真新鲜。嘿，这我头一届看迄做麻油的过程，我是感觉就新鲜，就趣味安尼。嘿，我唔知影迄一块饼爱15斤，嘿，这是头一届知。实际上，咱来看现场，伊的伊个人客的一种感觉，对无？
伊的心理感觉嘛，讲哦，我有去看到现场，啊，人现场了真正安怎做？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在地产业甲文化，啊，家乡的在地创新团队配合家己县的乡村艺术行动，展览民进前伫市场的活动成果，佮带大家来到蒜头市场，或者超过百年的主楼。啊，阮伫蒜头市场呢，是今年做的代志，拢伫遮做一个呈现，佮有影片。啊，今日做的主要是讲，带咱遮的人离开咱市啊，离开咱即个蒜头六卡即个所在行一日，让因熟悉即个蒜头市啊佮六卡，先了解咱蒜头一寡。看别个商店无同个所在，啊，来到咱遮，我较知影讲原来，牛尾、牛蒡，吼，嘛是咱蒜头个面个在地个农作物。创新团队表示，蒜头伫较早个时阵有真侪比价油车经，是真闹热个所在。即个透过乡村艺术个活动，二嘛，予搁较侪人知影在地个故事，嘛替蒜头搁带动新个发展。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英国的历史学家因为好奇把一个皮阿爸呢，对英国国家档案馆照出来，才发现讲这是十八世纪英法七年战争迄当时，法国军官追究含处内面的人互相写的私人信件，一挂皮拢无开过，经过265年了后，才去互拍开。外面内底这三台皮，有的是家书，搁较侪是证书。在十八世纪英国法国七年战争的期间。千人或者是牵手写给法国水手甲军官的批，不过所拢无送到位，一直到265年了后才被拍开。剑桥大学欧洲历史系教授莫里尔因为好奇，为英国国家档案馆照出来看，拍开了后心内是真激动，因为伊竟然是头一个读到这个私人批信的人。J'ai la mère d'un matelot, Nicolas Quenel, qui se plaint que son fils ne lui écrit pas alors qu'elle lui a écrit 5 lettres, mais en revanche elle sait qu'il a écrit à sa maîtresse.À sa fiancée, pardon. Le terme est maîtresse à l'époque. Et donc, cette mère cherche par tous les moyens à forcer son fils à lui répondre. Alors, Molly a dit qu'il y a un petit peu, c'est quand il y a un petit peu de temps, il y a un petit peu de temps. Mais quand il y a un petit peu de te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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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y a un petit peu de temps. L'administration de la marine britannique, l'amirauté,a mis de côté ses lettres en se disant qu'ils allaient les faire suivre à l'équipage prisonnier. Et puis, soit faute de temps, soit par incompétence, soit simplement parce qu'on n'a pas réussi à retrouver ces prisonniers qui étaient dispatchés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anglaises. Là, Molly 2, quand il y a un cas de la personne qui a été arrêtée de 181 de la personne, qui a été arrêtée de 4% de la personne, qui a été arrêtée de 4% de估计规个七年战争的期间，有要65000个法国水手去予英国军方掠去，有诶因为破病或者是营养不良过往，其他诶人有去予放出来。根据莫里尔的研究，伫英法战争的期间，写批是军官甲水手甲亲人联络唯一的方式。莫里尔嘛讲，甲现代离别的通信软体来比，即个18世纪的批信呈现出人类真心的感情，是真珍贵。伊相关的研究会发表伫个《年鉴》《历史社会科学》的杂志顶端。公司新闻，新乐会朋友。明仔在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各地头是晴云到好天。西部地区呢，这温度会当来到32度，不过早起甲暗时呢，温度差真大，请民众爱特别注意。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吉兰到新竹对21度到31度。苗栗到昆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19度，平湖金门妈祖对21度到18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